师傅带这么多啤酒啊？道远啊，在火车待他妈的三天多呢，我还得倒车呢。中午和晚上就两瓶了，对对，你三天你还得12瓶，总共带了多少瓶？这个10瓶，本来就难受，你再不喝点酒。哎呀，蚕豆米也带了，好。哎呀，你这准备的真齐全啊！咋整啊？饮料要不你车上不贵吗？这才花鸡巴110块钱，这俩大袋子，你何必不给自己整的？对，是的，是不是？不能整的那么磕碜。哎，啊、看视频，单澎湃。